喂喂喂喂，快来！你有张良计，我有过墙梯，装修去。现在找个店铺啊，真困难。还好你找了我，这条街我说了还是算的。哎，你没交钱啊？这个店铺租出去了。哎哥，我给你找别的吧。喂，喂，喂。怎么每次都是你们？灯光都弄好了吧？嗯，马上好了。还有多久能开始啊？五分钟，五分钟行。行，那尽快啊，保持好状态啊。嗯，好，辛苦了。来看这个项目。杨姐，那你看一下图片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好吧，嗯。你这都跟着我一天了，你要这么闲的话，你可以去微微的。我跟微微不熟。的甜品店考察，你知道有个词叫做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吗？哎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没事吧？谢谢。不好意思。大家都小心一点啊，要控制人。好嘞，小姐。好，谢谢。没事。李小姐工作起来倒是很认真负责。你这盯梢一天，合着是来考察业绩的？怎么，分数是多少？及格。我说的不是你工作的分数，是你的总分。李小姐，不如我们尝试交往吧。喂，姐。喂，你干嘛呢？赶公共课作业呢。姐，我好想你啊。哦，那晚上老地方见吧。你带着作业，我帮你一起写。好，谢谢小姐。那等会晚上见喽。嗯。靳总，看到了吗？世上男人千千万，我不缺人，更没兴趣陪追过我闺蜜的男人玩什么孤分游戏。而且，恕我直言，你心动的是数值，而不是我。开始了吗？啊，小姐可以了。啊，已经好了。嗯，可以了。可以了。好。